好，再来第三个，我要讲的是 x 平方系数如果不是一的，那你的找法就会有比较多种。可嗯哼。是，一样多练习，那个数感就会出来。2x 平方和12，那我先写个 2x，更正。左边我会喜欢由小写到大，左边这一行我会习惯由小写我到都大。从大写到好，你用从大写到小。大，好，那我就跟着你一下。没我不关要，系。我就开玩笑，我也不想啊。来，12等于什么？一乘十二，我先全部先写出来，好吧？毕竟是我的第一题。一乘十二，12乘1，还有一个二乘六六，6乘2，二三三乘四四，四四乘三，一个一个试，当然会累死人五，啊。可是我们基本上去思考说，大部分在拆解的过程中，都先拆两个比较相近，麦粒尤卡称了，找两个比较相近的。四三，四三，那到底是三四还是四三？猜猜看，好，你猜猜看，答案多少？负三个，所以四二得八嘛，三嘛。好，所以我就知道，哎，这个是刚写那么多，不就是四跟什么三，三，就可以试出来了。负所负，以这个叫做负8个跟负3个，是不是负11个？OK，所以它的答案就会直接等于，好，我们直接写了。x 减四乘上什么？2x 减四，2x 减三。OK，这是第一题。因为真的写太丑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写那么丑吗？因为电我看脑，到你，啊，我要我是走了。镜子，你是镜子？对对对，什么叫镜子？这，哎，是，你好像在骂我，对不对？十二，这个叫什么？四跟三，你什么时候脑袋变那么溜了啊？这很糟糕啊！你就笨一点不行？镜 子来，再来一次，3x 平方，我写 x 跟再来一个，3x，那八可以写成四一二，八四二，可是今天是14个，所以就其实四个二，对啦，多写几题就会知道了，所以它就叫做就是 x 加加四负加四。3x 加二，二，可精英哎。OK，这种题型还蛮简单的。